Into 曼城员问答。漂亮，温柔，可爱。我觉得他很帅，很懂礼貌，他为人着想。温柔的人，好笑的人，照顾的人。可爱，温柔，专业。可爱帅气猛男，精致，完美，处女座，古风，专业，还有就是全能。美，专业，天使。精致 boy， 舞蹈能力是吧？稳重，坚韧，强大，用智慧更好吧。化妆，然后中国舞蹈。我想和他一起学习中国的历史。他跳舞真的厉害，所以我想选。我觉得我要学他的每天的状态，他做什么都很专业，状态很 idol。如何护肤？护肤，我想跟他学护肤。普通话。虽然说我的普通话也很标准。中国的舞蹈课，我可能想让他学视频剪辑吧，因为他特别擅长就是自己拍视频，然后自己去剪辑。我喜欢他的那个舞台表现力，我想跟他学学这个。21岁，生日快乐！印度王是非常好的团啊，三大是非常好的朋友。我们30岁、40岁、50岁的时候一起。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！ 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！ 这样的。后期在比起来，我们两个人并是不太熟吧，但是没有人的时候，他会告诉我没关系。如果你有这个烦恼，你可以告诉我。所以我觉得他是非常温暖的人。我想你得到很多的爱，因为每天你给我很多的爱。祝刘宇每天都很开心，我真希望你不会给自己那么太大压力。如果你有太大压力的话，或者你想什么太多，我在你身边。如果你要说什么，你真的可以跟我说。Happy birthday！ 生日快乐，祝你一切顺利。希望你在新的一年里面健健康康的，平平安安的。刘宇，祝你天天开心，然后祝你带领着我们 Into One 走向世界的舞台。我希望吕哥哥可以很开心，然后希望他可以健健康康，有时间休息，好好吃饭。我希望接下来我们一起度过这段时间，可以一直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、健健康康。我觉得现在的小雨非常的强大，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帮助。每次出现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他都会带着我们去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，一辈子我会感谢他。所以比起祝福，更多是感谢吧。就是我真的觉得，就是他是队长，真的太好了。然后也希望他可以一直强大下去。